大家好，我是亚方面，这次来抽，雷恩觉醒，我打算用券全部把它抽完，抽到雷恩觉醒，应该会中啦，我觉得我的券很多是18张，18张加18张，好啦，来介绍雷恩觉醒到底有多好用，它是目前很强大的一只魔坦。然后雷迪艾娜也很强啦，雷迪艾娜真的也很强，但是也是很不错的一个输出角色。重点是雷音魔坦，因为他真的太强了，真的很强。但是目前魔坦中，魔真的是防御非常非常的高的角色，又可以加全体的 buff， 所以说是一只很强大的。然后基本上其他，如果真的有雷音魔坦，两只基本上，四星魔坦就可以退休了，就可以完全用雷音魔坦就去，用雷音这只觉醒的角色下去坦，非常好用。好，我们就开始抽吧。来吧，第一只就中了，没有啦，糟糕，没有，要抽两只，尽量啦，可以啦，当然慢慢抽就好了。能中就中嘛，对不对？也完全是命，抽不到也没关系啊。哦，有机会的哦。看他发光了一下，真是的，令人讨厌的一下下。哎呦，金石，金石。会不会像刚刚一样爆开呢？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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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修。应该没那么背吧？该18张会中吧？应该啦。拜托，给我一只好不好？当然，这个我是蛮期待抽中的啦。然后没有中，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。因为我上个活动抽太多了，我 Stab 的雷根已经抽掉了，所以害我没有正赚。不要那个雷音魔坦来那么快。好哦，希尔特抽到了，哇，希尔特无人机很多只哎，不好抽哎，目前无感，怎么会这样？无感无感无感。真的好差，蓝蓝的，都是蓝蓝的，来来来，红石，哎呀，又是蓝蓝的，这个已经是正常现象了。看我今天脸有多黑就知道，都完全抽不到。好啦，给我红石吧，对不对？先给我红石了吧。红石，红石，我要红石，最好是雷恩觉醒。可能上一波活动抽太爽。这次抽不到，哭哭。来，这爆开了，蓝转红，啊没了。你是 T 啊，你也来了。天哪，这是叫我注定用四星角色魔坦吗？呵呵呵呵呵，我不要，我不要这么难打。这个有好角色不用。
干嘛玩得那么艰难呢？就是那两只魔毯机其实已经是很好用的啦，再加上我自己也有八修，也是不错的啦。他觉得我应该有蓝魔毯加八修就已经很够用了，不然给我一个吊带丝也可以嘛。看心不担心，任何一张红石我都可以接受，好不好？太扯了啦！你居然两次，他来客串的。就是依照激励学来讲，有没有？应该是要中了。哎，出动！出动！神经卷最后一张，有点刺激耶。每次都要压见底嘛。压得好低哦。中！来，就爆开！爆开！没有。你不是在跟我动的吗？你到现在还在加倍是不是？没东西抽了，来一个半抽。是等说中中中，好神奇哦！你很久没出现了嘞。哎呀，我已经没东西可以抽了呢，我还有什么东西？哎，我这个还有两张，拼拼看。我觉得这个中的几率不只是3%而已，这应该是0.3%。这会抽中就很厉害的啦，妈见鬼了！没错没错。还有一次机会，还有一次机会，还有一次。能够抽红石的机会，哎，我打算四金券不用了。都是你们，你们已经来到太多次了。我还有什么东西？哎，这个看一下，好像没半张了，对，没半张了。好，收工。哎，这次非常的可惜，残念没有中半只啊。然后我可能陆续也会继续半抽了，然后想要抽。这两只，美迪艾娜跟雷登崛起，然后小多多就算了，然后希尔顿已经来很多次了，不要再来了啦。虽然你很厉害，但是前面的雷音比你更厉害，我的，好啦，感谢大家这次的收看，希望大家可以抽到好角色啦，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